寻找饭卡。不好了，柴爷爷，你怎么变成柴甜甜了？谢小鬼把我饭卡藏起来了，我都十分钟没吃饭了。有我神探哈小浪在，一定帮你找回饭卡。我就不信。你拿着饭却一直没有吃，而是不断用筷子在捅来捅去，所以饭卡就藏在饭桶。怎么是张照片？没想到吧，这只是我的障眼法而已。汪小师吃糖葫芦，杨白白你怎么看？汪小师糖葫芦是糖，难道是食糖？你只猜对了一半，糖葫芦还被咬了三口，所以饭卡就在食堂三号窗口。到处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找不到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么真相只有一个，饭卡就藏在打饭阿姨的身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了，因为他打饭不手抖，一定有问题。吃我一记阳光新春！饭卡果然在这里，你为什么要把柴圆圆的饭卡藏起来？我昨天听到柴圆圆哭着说想减肥了，所以想帮她少吃一点。你听错了，我说的不是想减肥了，而是想减肥娘。这也可以。